好，双手腾不开，飞吻一下。我家猪猪，我家猪猪也是快下班了吧，是不？鼻骨痛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对，鼻骨痛。老妖气。这大力子啊，也是那个轮子啊，就是安的，搞完的，搞完的，根本是不行的。搞不过他自己没做啊，完搞不搞不，完事了先。不能说算不算得上好女人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的性格很要强，就是我的性格很要强，我很那个的。大家不一样，叫抓老鼠啊，不知道，我也不会玩。对，是的，这个团队是对我自己我是最年轻的，年纪也是我最小的，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小孩儿，没有错。还没来，我们来早了吧？我半路给你俺们处理，俺们给你俺们处理，对不对？我等这些提款。多大？这么大？看清楚没？你不问我多大吗？王少，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吗？你看见没有啊？啊？等到家门口附近再出来，这时候就出来，太早了，没有到家门口来不及的会。我们要走出来，我们要走出来，走了五六分钟。到时候我最年轻。慢慢的，后面也有年轻的出来了。啊，慢慢的，都有年轻的出来了。几岁啊？开心万岁！开心万岁！啊，在哪里啊？在马路边上啊。你们问我在哪里吗？我在马路边上。
太阳晒到了都快，这天站在马路上受不了。这时候冬天干，冬天也不行，冬天一样都不行。那是开始知道我走到消防，还是跑不了消防局了，我们的消防队怎么了？没，开始搁到啊，到去了。我看买起些嘛，人事也很多，对吧？这影响人事也很多。我弟的时候，消防还是我弟的他等。消防员，我妈特地走，往这四房间、五房间外头走，可不咋样。抽两把吼，吼，别抽两把。别抽了，别抽了，他这个不落地啊，外头为了落地啊。那个，哎，我弄，我弄里去那个我那狗母鸡。啊啊，这个，不得了，到岸边吃，到外头那嘛吃。你讲。搿么到五条的进来嘞？进啊！哦，搿么买条五条的条条。对。哎，年家。年家。我年家早种嘛。在大地角个。啊？大地角。大地角哦。年家几亩房子大地角耶？大地角，搿大地角，你搿划过去的啦？我们种的，我种的。大地角个。到泥浇啊！到泥浇，到泥浇啊！到泥浇，到泥浇。那个，到泥浇。这都是俺这个走路路啊，这都是上回的。这都是外劳的，外劳不上班。啊，到泥浇。这都是我，这他妈住到个住到个地方，冬天冬天工作都是上班。对啊，都晒。啊，太阳晒着哇，背垮了又烫了。是不是方便？这个地瓜。哎，刚才那个谁还在不？哎，我叫猪猪呢，我叫猪猪退出去了。哎，那个谁，那个谁来，要不要挂档？欢迎平淡医生，平淡医生，平淡医生是我顺其自然哥哥吗？平淡医生，平淡医生是我顺其自然哥哥吗？那个谁还在不在？要不要挂？要不要挂档啊？刚才说了。没穿裤衩来的。老公，搿点啥个就啥个看，没连穿不拢。哎，连穿不拢，你啥一往就别到冬老寒冷的。就是啊，他这个胡同里穿了被冻死了。连穿不拢。连穿这边连穿不拢。文青的不办，别一直工期三十个大几的。你别叫人家留下来嘛。用着。要咱去不了，他们都是在出。你这边现在就。愿意。能上啥子吧？愿意。很多，他当初个就是个，啊，一零四不行了，他走开，他那个不能，他那个不搞的，而且他那个不搞的。啊，是的。哦，我再问你啊，新闻天天快乐哥。到了电瓶车，我这个电瓶车那个电瓶车，怎么跟那个电瓶车？我不争气，嗯，拿起回来。
你抽油哪抽油了？我两只半。我都在，我从来不吃，我还是自己烧。找公司就可以问，你想你落去不去？啊，别去啊，走。他们去买个银子。哪里我在买梨啊，在张家家的，个豆米的，个豆。哎，不是落去不是去豆米的呀？啊？啊，分离分离。银子来。银子来。你百五十块钱，我给你找十块钱来。